要降临了。我们已经无敌了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9个无期徒刑。我愿意前往。虽然他只能接受1个无期徒刑，但是他9个就给他判9个，有什么罪就必须得让他受什么罪。全军出击！玩嘛，这把不能玩，这把这玩嘛没个玩。你在说什么呢？你这个你都听不懂的话，那你确实是有点听不懂，有点听不懂。是注定的。哎呦我操！这1个E技能打这么多血呀！没有黑暗，就没有破晓。但没用，我可以回血。不要考验我的耐心。就我一个不灭。怎么没有音效啊？又是 bug， 新版本 bug。他们找的就是你。天空是无忧。锤子星辰，这不应该是12啊，这应该是9，但没事儿，也就3个兵。我已守候了数个世纪。你他妈都没蓝了，你打我干啥？你有病是吧？其实我不是那么很想杀，变回尘埃吧。
等我们打够1650就回家啊。帝国毁于谬言。这把我带着传送。永恒之环。也许树瑞玛的衰落是注定的。回家了。耀光不如燃烧宝石，我要那啥。往事是描绘着未来的挂毯。我要西兰刀那把。看看那个少女，她去找你了。你们的精神，我操，自助餐。怎么的？你去打峡谷去了？这你也敢打呀？幽灵。这不害人精吗？那咋那么多人呢？雪中沉睡。我不是那么很想杀他，其实。度万年如一日。
塔皮能吃了也行吧。你搁这打塔，我搁这抠兵，好吧？天杀帮忙的，又冲过来了，咦？没蓝了。俩队儿死了，这老没蓝，赶紧永动机，永动机！谢谢松青的大火箭，谢谢松青，有大气来点大气，兄弟们，我们差点送了严肃。谢谢老板的大火箭啊、哦，感谢，给个波波吧。这事儿永远不会停息。为了恩赐，我愿意前往。爽死我了！他们找的就是你！快点儿，再给我整几个，再给我来两个小弟。他没蓝了。生与死之间存在着不朽。他受不了了，他回家了。没事，你回家正好兵续上来了。一会儿你出来呀、啊，我再扣。没有黑暗，就没有复兴。被剑拔者在反抗宿命。天杀帮忙的，干哈呀？没到，没到，没到，没到。
起来来俩，这干啥玩意儿？一个我可以接受，两个我接受不了啊。烦恼之物们，最终沉睡。哎，我炮车。螳螂干啥来了？不到啊，谁到他干啥来了？不要考验我的耐心。他老婆呢？一会儿就来了。这波抠完我们就回家了。拿个600也可以。完了。错了哥。快救救！快救救！抠个石头人，我们就回家啊。这事儿永远都不会停息。最后再抠个鸡吧，我愿意小鸡。
我有传送。要燃烧。哎呀，再打个收集者再回家好。杀他呀！杀他，我还怎么自助餐？完了，猴子！哎呀！很急。